生平他的 live show 唱歌的声音让我最感动的女歌手，我是说真的，他每一次来香港演出，我都尽量会去看。然后我觉得他上一次，你上一次第一次看我是海边的卡夫卡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竟然去了好秋再看我，然后今天我有演出，他说：“哎，卢凯彤，我要来。”我说：“干嘛又来？又是那些歌而已啊。”喜欢哦，所以我就说，对啊，他那个是掀起的那个专辑是第一个，我真的听了好多次。然后他刚唱那首《刚出而已》，你能听多少次？哎，我跟你说我哽咽，我在那个 iTunes 后面，我大概已经快要听快50次。哇，我跟你说我觉得哽咽那首歌实在是太好听了。然后哦，我想到我要讲什么，让我讲一下。你要讲话吗？哦，对，我就是，我你喝水，你喝。就是我有一次跟那个卢凯彤说，哎，我看你的表演，我觉得你好像火，就是那个火不是红色的那个地方，就是蓝色的那个地方，因为你是最胖的。就是在他旁边看的人，就是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杀伤力，但是他一刷吉他，然后一唱歌的时候，你就会，然后你连那个头发那个手毛就是会变卷，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说，然后我觉得他今天是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好久好久没有来女巫点了，然后我今天就点了一个烤苹果，我觉得你是烤苹果。苹果就是进那个烤箱之后，水全部都会被拿走，然后你会不知道那个苹果到底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。然后苹果很甜，可是它的味道已经跟原本的苹果的味道不一样。然后它会，没讲完。然后你知道最有杀伤力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就是那个苹果的皮已经焦了，然后你的声音就每一首歌就是那个焦就留在我心里面。出一本摄影集，他还帮我写了一个推荐文，然后我一看完我就眼睛红红的。你说，哎，反正你们买就会看到了。是，对，我觉得我下一次来台湾第一件事就是跟你一起写歌。对，我们要一起写歌。谢谢你，因为我跟就是他们一样的难搞。你最棒。两个难搞的人。